大家好，我是三进游，我现在在山西太谷的上安村，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，在明清两朝啊，竟然出了83位的评级官员。下面呢，就跟随我的镜头啊，去了解一下这座千年古村。来到泰国东边50里，开到这个地方到了，风水好，然后他就搬到这地方开始居住。据这个江湖记载，四川云就陆安府接近于唐，应该他在唐末的时候来的上海，开始在这个上海村儿话就开始繁衍上去了。到了上时候呢，到了明清之后达到高峰。在上海村了建了有70多个老院，10座大庙，6个村庄，啊，像什么汉中都在水利沙石、商化街啥啥石，这是全有了。首先第一个形成就是读书若是习武效果的一个文化，以这个诗为最高，诗能工商标，所以上海话了，崇尚这一个大官做事。这个在其他地方的江中的传统文化，你比方说都是王家当院呀、邱家当院，它是以商为主啊，而这个好多了，是以官为主。这72座楼院都是每个官员在外做官，在家乡都接上，所以上海的楼院源远不同，建筑风格各异。上海的这个牛蹄壁。它是这个平顶，这个在大小江川这个西上过的，它是当时是四川漳川总总兵，后来斩草还提了贵州提督，提了贵州提督再之后就战死了，他没有去上上去，后来就扎在上海。这是泰国县志记载，上海有一个女的，她父亲病了以后，一直就跑不了，然后她听了大夫说，或者是听说，或者插在肉，让肉能好，然后他就把指甲在培养在肉，割好了，给他父亲吃了，他父亲吃了就好了。这个是泰国先知哈，这个在泰国先知上也记载。这个小的这个文化可以和谁了？可以和戒指团的钟进行比脉的，一个是割骨缝穷，一个是割皮缝腹，一个是男的，一个是女的，刀斧入三条，以入为主。是吧？但是上海村里发现的有一个，就那个观音庙的壁画哈，它有一个在西教的一个图案。除了佛教、道教、儒教这三教以外，5个特点就是：一个是古崇上海，第二个是书香上海，第三个就是关怀上海，第四个就是军事上海。上海现在有一边沟通10本，是古10本。一个村里头一边沟通50本的地方确实是不多的，就不管山西也很少。因为啥呢？中国的4大百梁里头的最少的一个地方的百梁也就是一边沟通，但是上海村儿的话呢，就一边沟通，这么一个小山村的。这个地方是没有必要弄军事，但是呢，这地方确实还有地道一共的这么一会儿去了看啊。到一个讲点儿好的，再给他一个一个理解，你就拿好理解来讲。好，一定能更深刻的理解一下。好，走到哪儿怎么耍到哪儿，行不行？好。